我希望有一天我的名字会出现在你家的户口本上。牵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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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牵手。哎呦！我还为你带来了第二份礼物。来，来，我们，这是干豆腐，是咱们昌图的特产。你来全程热恋这么多次了，也没为台上的男嘉宾们带来特产，我今天特意为你带来了。好，好，我家人都感动我的。特地从你们家那边带过来的是吗？是的，我特意带来的。如果你今天和我牵手了，咱们就把这些东西分给台上的嘉宾们吃，当做咱们的喜糖。如果你不同意和我走，那我宁愿自己把它背回去。牵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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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牵手。哎呀，铁柱，我要吃干豆腐，快点来吧。温铁柱，你愿意娶我吗？啊！你是我的幸福吗？为何幸福让人如此？没来之前，我对你也挺有好感的，但是就一直没敢说。没成想今天你来，我寻思你真要那啥呢，完我特意找往别人身上推找借口。但不知道，就是你比我这么大，比我那个这么有勇气。幸福让人如此犹豫，爱情渐渐模糊。第二季第七大队，往上走。